长应该是几个角之间的关系？两个角。两个。那父母呢？两个。好的。哎，接着我们来看看啊，带着这样一个问题继续深入的思考啊，来想一想。老师给出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知道要使两个脚互余，首先两个脚度数合是90度，然后脚一的度数为35度，然后脚四的度数为55度，35度加上55度就等于90度。脚四等于55度，然后35度加上55度等于90度。所以角一与角角一是角四的余角。角一是角四的余角，或者说用一个等式来表示。角一等于90度减去角四。怎么会想到角一等于90度减去角四？因为角一加上角四等于90度，所以。角一等于90度减去角。你不许讲角一加角四等于90度，是不是？一样吗？一样吗？或者一样吗？貌似一样就不一样。貌似角一加角四等于90度，跟角一等于90度减角四。一样。不如你说说看，因为一样。角一等于90度减角四，它其实说出来有点但是。它指的是角 α 的余角，角 α 是。
它的余角，那么就是用那个用式子来表示的话，就是角 beta 等于九十度减角 alpha。那么这里就是按同理的话，那角一等于九十度减角四，就是说角四等于九，角四等于是角一的余角，而角一加角四等于九十度，那么应该是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两个角一和角四互为余角。哦，他认为我们王一帆同学认为角一加角四等于九十度，说明角一与角四互余，角一等于九十度减角四是。角四是角一的余角，可以吗？不要紧的说吧，来，我问他听说说。我觉得他如果按照他说角一和角二加起来等于九十度，他就说明角一和角二互为余角。然后我觉得角一等于九十度减角二和角一加角二等于九十度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两个式子呢，在等式的概念上，它是相等的，因为它第二个式子就等于第一个式子两边同时加上了一个角四，所以说它们在等式的概念上是相等的，但是它们在角的意义概念上可能是不相等的。哦，就表示的过程当中，可能还夹带着像我们王一帆所阐述的一个内在的含义，是不是？从表述上面，从数量关系的呈现上面，它们俩有共通的地方，是吧？好，这是我们最应该讲的。就是两个角度数之和为一百八十度。对。然后我先讲第一个角二与角三之和，然后角二等于115度。角三是65度。115度加上65度等于180度。所以角二等于180度乘以角三。也就是角二加角三等于180度，所以它们俩是互补的，是吧？好，通过这一主题，同学们看一看，那么有没有与它相等的？有没有一个角和它的余角是相等的？有没有一个角？有和它的余角是相等的？有。啊，站在你45度的余角就是45度。哦，所以它们俩是相等的。有没有？我还没说完意思。有没有和它的补角是相等的角？有90度，90度的补角就是90度。哦，好的。那么互补的两个角，它们可能是锐角吗？互补的两个角可能是锐角吗？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因为互补它是180度。就是如果它们是锐角的话，锐角最多也不过是44度。不，89度加89度是178度，178度，没到180度，所以那89.5度算不算？算不？算了，89.9也算了。还有那个互为余角的话，那两个角必须得是锐角。天哪，我溜了。你发挥了是吧？很好啊。好，我们可以用不等式来表示的。众所周知，锐角都是小于90度的。那么180度的话，它就是前面也说到了，有两个相同的锐角的话，就是90度加90度。既然它们锐角都是不超过90度的，那么也就是说，它们俩相加就一定会超过180度，所以这个是不成立。哦，也不是不成立。所以由此可见，如果两个角互补的话，那它们一定是更小。不一定。啊？如果两个角互补的话，这两个角一定是更小的。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是那个锐角，一个是钝角。不是两个都钝角，一个锐角，一个钝角。就比如说，就是现就是这个，就是像题目中那个角一和角五一样，一个是锐角，一个是钝角。哦。所以，如果两个角互补的话，一定是一个是锐角，一个是钝角。如果两个角互补的话，至少有一个是钝角。钝角。至少有一个大于钝角。老师，等一下。啊？来，然后说有情况的话，两个角都是直角。哦，还有两个角都是直角的，是吧？哦，那么角一加
等于一百八十度，和角一、角二、角三互补。角一、角二没有。王泽。它就是两个角的对应。哦，是两个角，是两个角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啊。看看，如果老师给出一个角啊，这个角叫 CAD。好，没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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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